小军今天是大开眼界。2023年3月17号，中午还没吃，中午吃饭前，我们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深入到这个摩洛哥的石头村。哦，好吧，好，太棒了。今晚呢，导游在前面说，我呢赶紧抓紧时间拍照，有些镜头呢不捕捉呢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摩洛哥的艺术，再见。